记得我有个幸福公园和民间厂商组成的中西非贸易访问团，今天下午1点钟，在团长、高雄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处长吴梅春的率领下，前往中西非洲做一个月的访问。访问团中还有副团长、经济部矿业司司长吴伯森，以及各纺织业厂商等，他们将考察我国产品在中西非洲的外销市场，以及拓展中小型企业在当地的投资机会。